莉亚在学校遭体罚，莉亚妈竟有惊人之举。训导主任就会拿那个木头的饭匙这么长，要打我们屁股。我回家就讲，我就会跟他讲，然后他就会说，我明天去你们学校找主任。中午的时候他就来了，然后就带一支球棒，看到主任就说，你昨天是不是用饭匙打叶欣美？她是我女儿，你不能随便用饭匙打她，你以后要打你就用这个球棒打她。就在今晚11点，麻辣天后传准时上场。